今天啊，那啥，简简单单啊，吃一点，嘿嘿，大长腿儿，嗯，我这买黄河嘛，好多人吃的腥腥的话，你们就去掉就可以。我们啊，吃习惯了。嗯，还腿1.8米的大长腿，腿的肉质的话 Q 弹，嗯嗯嗯嗯，还能拉丝。嗯，细嚼慢咽。